是韩雪，拜托了学妹，玩起来带感，申请起来戳心。今天学妹又来带大家玩游戏啦，我们来玩闹钟炸弹。现在开始，一分钟之内每个人唱出一句带数字的歌词。那我的事情我先开始吗？不可以，抗议不上。一想到你我就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梦想它就像烟火一样。再来数一数，二四六十一。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，你还放在那里？怎么就会？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你的心是三三两两三三，不是三三两两，是你没有，是不是三三两两两两，是吧？别说了，三三脑瓜，脑瓜血疼，大儿子。我们来玩爱豆童年照，就是我们会放一张就是 idol 童年的照片，然后我们来认一下这是哪个 idol。 哦，刘亦菲。这谁呀？吃这谁呀？彭于晏，男神啊。凯凯，我好，我以为是林更新啊。王俊凯。安吉拉，这不是我吗？我好像啊。这是哪个大明星呢？我这个真的有点脸盲，我发现。你涛涛啊？不是啊，涛涛眼睛很小的。他很抽象。涛涛，为什么你眼睛越来越小？黑眼圈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说不出他的名字。但是师妹，大师妹，师妹，这酒我很明显是杨子。啊，吓我一跳！你的这个全部都是杨子，你的我的童年，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。这太帅了吧！我的天，这有男朋友吗？啊！我求求你，这个小孩子本身就已经够难了，你还给我一个戴墨镜，还是这样子的？他是嘎的吧？他是嘎的吧？饿了他。王一博，哦，你赢了。我哪会哦？我前任。我千玺啊！嗯，往这边来。搞我呀！这个也太小了，这个太小了。包贝尔，戴个帽子。这哪看得出来啊？包贝尔呀？这是包贝尔。六小龄童。小跳蛙。包贝尔。迪丽热巴，古力娜扎，跟我走吧。王菲，景甜。这些爱豆的童年照，你猜对了吗？在评论区晒出你的爱豆儿时的照片，向全世界安利他吧。